好，即将开始，手机请关机。真佛宗台湾雷藏寺慧济金刚，习斋护国祈福正义敬爱超度护摩大法会，法会开始，与大众请起立。恭迎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及上师团，也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心咒：钟鼓齐鸣。Thank you.
神心地吼，往个了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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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心地吼。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上香。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阿白诸菩萨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三拜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个礼拜回天心善念，平等一起说。恭请无上法王圣真莲生活佛生法王座。恭请上师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一位大众请就座。首先我们欢迎尊贵的无上法王圣真莲生活佛。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支教、堂子、贵宾及同门善心大德前来护持法会。我们也以热烈掌声欢迎所有的贵宾。
敬献哈达，与大众虔诚合掌。我们请莲耶金刚上师代表与大众向圣真敬献哈达及供养，以表最高敬意。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做一拜一起手。首节联络童子所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致顶放光加持，恭念根本传承上师心座常坐七遍，祈请传承大加持。持座嗡阿哄咕噜贝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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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哄咕噜贝阿呵萨萨玛哈莲生悉地哄。做数量观，观想龙边有父系亲人，虎边有母系亲人，前面有恩亲在职，后面有恩人师长，外围有六道众生，都和我们一起参加法会。做精神所印，恭请圣真金刚灵鼠结界加持师文报名表护摩木及贡品。
清净咒。Om Shri Shri Maha Shri Shri Soha Om Shotori Shotori Shomori Shomori Soha Om Vajratan He He Hong Namo Samanto Mataram Om Toru Toru Devi Soha 招请咒 Om Ahom Soha Om Ahom Soha嗡阿吽梭哈，一心奉请南无真乐宗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奉请法会至真，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寂金刚大乾神王佛。奉请南无真乐宗历代传承子师，南无五方佛，南无瑶池金母大天真，南无真乐宗八大本真，南无台湾莲师坐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之天佛天神，南无真乐海会坐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之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Om Ahom， 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阿拜之菩萨 ，Om Ahom， 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三拜佛金刚 ，Om Ahom， 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平等一起所大曼达供养，请所结供养印，观想供品变化为如山如海，供养根本上师，供养法会至真，供养诸菩萨金刚护法空之天，下济六道众生。念观赞及供养座，悉弥四周并日夜化之珍宝供养佛，种种珍奇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唵萨瓦达达嘎达依达木古拉拉勉查拉堪尼耶达密。做四归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祖师，一切诸佛华宝僧宝，现前轮回大白光，照射灌顶行者，念四归做三遍持咒：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金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金伽耶。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金伽耶。毗迦护身，所结三加持所印，念金刚所菩萨真言七遍持咒。Om Bhuranj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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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应印天心喉轮心左肩右肩，为天心善应时观想蓝光化为护法金刚，所行者即法会平安吉祥如意圆满。恭请圣真转知名加持，
耶大众，请起立。恭敬圣真金刚棒开炉结界，点起伏魔火，共频下炉演化所应。耶大众唱诵华严之真，慧寂金刚心座。
敬上师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法师请上座，贵宾及与会大众请就座。Look.
咱轰热，轰起路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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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轰热。Thank you。
噜嘟南轰热，轰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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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嘟南轰。Thank you。
了东南红人，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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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东南红人。三摩地，观想子真护摩佛，行者三者合一，坐者即佛空，入三摩地，时间两分钟。此定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嗡阿弥陀瓦舍，嗡玛尼巴咪哄，嗡普那摩林多林梭哈，嗡哈哈维萨摩耶梭哈，嗡哲利哲利真提梭哈，嗡真巴拉查能查那耶梭哈，嗡阿哄贝扎古鲁贝玛悉地哄舍，嗡阿哄古鲁贝。阿呵萨萨玛哈连身悉地哄，迪亚他嗡贝卡兹亚贝卡兹亚玛哈贝卡兹亚拉扎萨摩伽德勒梭哈，念佛，南无36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36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子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恭请根本上师做总回向，一位大众个别回向祈愿。Om Mani Mani Maha Mani Sika Mani Soha Om Mani Mani Maha MoniSikha Moni Soha Om Moni Moni Maha Moni Sikha Moni Soha Om Jiru Duran Hom Re Om Jiru Duran Hom Re Om Jiru Duran Hom Re敬礼，南无法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报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身释迦牟尼佛。敬礼，慧寂金刚，大乾神王佛。祈请神王佛放大火光，烧毁一切的晦气，一切的恶业，一切的尘埃。祈请大乾神王佛接引一会的幽冥中，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一切不净戒的消灭，身体健康，长寿自在。祈请加持一切疑惑的众等，福分增长，智慧增长。祈请加持敬爱圆满。祈请加持疑惑的大众道心坚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弘胸化吉，光明无尽，一切的不净，一切的晦气，一切的恶业，一切的尘埃，
全部焚烧干净，让光明铺设十方。祈请大乾神王佛加持一会的大众，让沙门所祈求的皆能够圆满，所祈愿的皆能够圆满，所心仪的皆能够圆满。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祈请加持一切怨敌退散。问加持百字明咒三遍。嗡比咒萨埵什摩耶摩卢波罗耶比咒萨埵提卢波提萨出祖弥巴瓦萨埵他尤弥巴瓦出布他尤弥巴瓦安德拉多弥巴瓦萨瓦萨帝弥布拉耶萨萨瓦伽玛萨萨弥吉达摩苏利仁咕噜吽啊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佩扎玛美门扎佩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埵阿哄佩嗡佩扎萨埵萨玛雅玛卢巴拉雅佩扎萨埵提卢巴提扎出祖弥巴瓦萨埵他尤弥巴瓦出布他尤弥巴瓦安德拉多弥巴瓦萨瓦萨帝弥布拉雅萨萨瓦伽玛萨扎弥吉达摩苏利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美门扎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埵阿哄佩嗡贝扎萨埵萨玛雅玛卢巴拉雅贝扎萨埵提卢巴提萨吉祖弥巴瓦萨埵他尤弥巴瓦娑婆他尤弥巴瓦安努拉多弥巴瓦萨瓦萨帝弥布拉雅萨萨瓦伽玛萨扎弥吉达摩苏利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呵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美门扎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埵阿哄佩。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佛，嗡阿吽。观想过礼拜，回天心三林，阿拜之菩萨，嗡阿吽。观想过礼拜，回天心三林，三拜王之刚，嗡阿吽。观想过礼拜，回天心三林，平等一起说。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尼巴咪吽。感谢师尊我们主坛这场慧济金刚护摩大法会。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传法开示。
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祖尊，慧寂金刚大乾神王佛，师母图登西地仁波切，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台湾省政府秘书长郑培福先生及夫人韩务珍女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朱十一教授及夫人陈文文女士，南投县马文金立法委员，南投县议会简景神议员、简进庭议员、李周忠议员及夫人，高雄市议会许慧玉议员，南投县草屯镇镇长洪国浩镇长，南投县草屯镇公所社会课简永杰课长，南投县草屯镇代会庄慧慧代表、沈玉珍代表，上林里张德忠里长、三角里陈松茂里长、中山里赖宜林里长、新处理简宏孝里长、碧州里林芳辉里长、李干事许志任先生、李俊彦先生、胡连春先生、自由时报记者陈凤丽小姐，曾国忠教授团王俊贤特聘教授、王耀尊教授、王李教授、麦义房教授、顾浩翔教授、洪心怡教授、叶淑文教授、林秀菊教授、尤江成博士、林俊安医师、华光功德会总会长常仁上师、台湾区华光功德会理事长李春阳先生、沙雕艺术家王松冠老师，敬宇企业公司总经理张怡珍女士，七品家具生活馆董事长黄淑琪小姐，十
淑尊大学学长，前测量署少将署长孙福生先生。My university same classman， 测量学校32期杨雄飞会长，以及所有的同学便加建，一共有17个人，请站立。欢迎以前测量学校32期大地系跟地形系，都是32期。那个杨雄辉会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同学会他的会长，跟所有的同学，包括这个全省的，这是从台北一直到高雄，到屏东，共加建一共有17个人，今天一会在这里，那么谢谢。那我以前那个同学我很尊敬的这个少将署长孙福生，是我们的学长另外我很尊敬的这个杨雄辉会长，跟所有的同学跟夫人特别欢迎他们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关岛太平洋岛度假村代表郑怡女士，立法委员蔡其昌先生代表陈惠美女士，台南市蔡望前议员代表，大圆满九次第喜金刚讲义及密宗道次第广论制作人莲月上师，主持人佩君师姐，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My sister 卢胜梅女士，首先跟大家讲这个 Happy New Year， 也是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Mandarin Tang Happy Mandarin Tang。情人节快乐！那么我们不一定情人，不一定是情人，但是呢，都是有情人，都是有情人。先讲一下这个，今天。本来师母已经回来了，但是他还有时差。他过年的时候他讲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另外，真佛宗巴西真谛雷藏寺联合上师他是机械博士，那么他推荐
莲嘉法师是巴西真谛雷藏寺的常住法师跟副住持啊，他对于巴西真谛雷藏寺的贡献非常的大，而且他出家以前是巴西圣保罗 University 经管系的硕士，经管系的硕士，曾经担任巴西中国银行的经理，巴西中国银行的经理。那么出家以后呢，这个大家都很敬仰他。那么联合上师呢，特别推荐莲嘉法师为金刚阿舍利。那么我们找一个时间给他灌顶为阿舍利，因为他是实修勇猛精进，也实修真活密法，同时习内法、宝瓶器、金母八大法等，在参禅方面也在不断的进步之中。这个是莲科上师啊，这个推荐莲嘉法师为金刚上师，这是第一个宣布。那么第三呢，今天我们特别忙，因为有这个台湾雷藏寺跟草屯镇联合办的为这个独居老人做这个啊过年以前的这个捐赠跟这个慰劳，那么今天就时间就已经是5:25了，那还没有收到法这个就是今天时间太迟了，那么非常的抱歉。那今天是情人节，那我没有什么话好讲我唱两首歌啊给我的小朋友啊。第一首歌呢是唱给美国西雅图雷藏寺的啊平儿师姐啊，平儿师姐。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的朋友就是你。另外有一首要唱给这个台湾雷藏寺这个法明啊同修会的依婷师姐啊，依婷师姐，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脸温暖我心窝，点燃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谢谢，这个就是真情流露啊。一个平儿是三岁，平儿是三岁，这个依婷几岁了？八岁。哦，依婷八岁啊，依婷八岁。谢谢你们啊，带给我生命的火。那么刚刚我们这个修的这个法
是大乾神王佛，就是慧寂金刚，这个护摩火供是供养他的，那速度很快，这个对不起，这个、因为时间我们确实是很短。那慧寂金刚是释迦牟尼佛的变化，释迦牟尼佛的变化身，他是最阳刚之气，阳刚之气。我说奇怪了，这个情人节怎么是火供是慧寂金刚啊？应该是咕噜咕噜佛母啊，敬爱尊啊，或者是爱染明王啊。这个莲泽上师，你安排这个慧寂金刚在情人节，难道你是啊纪念我们这些和尚吗？或者是比丘尼呀、啊，啊，因为比丘尼都不可以有情人，所以用最阳刚的。不过这一尊很奇怪，很特别。这一尊啊，专门扫所有的晦气，扫除所有的晦气。你们今天主起的、报名的。这个过灌顶幡的，都将你们身上的所有的晦气全部扫除。也就是不干净的，一些不干净的，全部都是扫除。那修这一尊呢、啊？本身来讲，这一尊是阳刚之气，你修得有成就的，就绝对是生男孩子啊。这个求男他会得男，你修这一尊求男就会得男。这一尊是阳刚啊，阳刚刚性的，很阳刚性的，修这一尊会得男。刚刚有一位这个可能是林俊安医师是吧，他是讲说他的夫人啊已经快要生产了啊，夫人这个肚子很大，快要生产，他刚刚问我讲可以不可以得男，你都快要生产了，你这么……我说快要生了，不要求。这个是啊，这一尊呢，你持他的咒，持久了，一切阴祟，好像你说冲换呐、啊，这换阴呐、啊，杠头啦、啊，或者是那个鬼神病呐、啊。大部分都一样，都能给你剔除掉。所以这一尊呢、啊，也是治病的啊，这个专门治病的一个金刚神，也是一个治病的金刚神。另外有一点呢，这一尊是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去。有些神啊，碰到晦气他就不敢接近，有些佛也是一样的，碰到晦气他也不敢接近。但是这一尊不一样，任何随时随地你奉请他，他跟你有感应，他一定下降，随时随地。就算你啊已经是在厕所啊，在坐在莲花上面，你奉请他，他一样可以到，而且把你清除干净。所以有一些事情啊，像白事啊，
像红事红白事你有冲犯，或者你到庙你有冲犯，或者到的这个阴地啊、医院啊、去了殡仪馆啊、那去了坟场，这个放心，只要奉请这一尊随身跟你去，所有的晦气全部清除。所以你们去赌场啊，这一尊很特别，这一尊很特别。赌场里面呢，很多稀奇古怪的赌鬼在里面，很多赌鬼都是在里面。但是你奉请这一尊去，这个阳刚之神一到了赌场，这个 casino 啊，你到了 casino， 你奉请这一尊，所有的赌鬼全部跑掉，全部跑光。然后你以正大光明的心呢去赌，也不能这样子讲啊，怎么赌怎么是正大光明？哎呦，我怎么讲到这个赌场去赌场？我从来不赌的，我个人从来不赌。但是有一次啊，四大妈。啊，四大妈，这个 California Four Small Girl 啊，去的那 Las Vegas 啊，然后去 Casino， 他们去赌，赌这个那个是21点的还是什么？那个桥牌是21点的，还是赌这个啊同花顺的？好像我不太懂赌了，总之是赌。赌这个他们赌啊，平时都是输的，他们四个大妈去平时都是输的，我在后面念咒，我就念灰极金刚咒，就念念念念念念念到念到那个赌场所有的人全部跑过来看我们这一个，为什么呢？每一拿到牌就是赢，绝对的，两张放起来就是赢，绝对赢庄家。那个庄家呢，那个庄家说他输得很惨，就赶快跑换另外一个来，因为他们有一个习惯哦，那个牌啊玩掉就丢掉，玩掉就丢掉，新的牌拿过来一耍玩掉就丢掉。然后这个庄家一直在输的话，他们有这个有闭路电视在看的，一直在输的话，马上换手，换一个人。他们连换了三个庄家，三个全部都输，输个痛苦。啊，输到这个脱裤子，输到很惨，然后。我们讲说，哎，我们的车子，我们的游览车到了，那我们要上车了，把筹码全部拿了，就一起上车了，那是赢得非常的光荣。哎，你说奇怪不奇怪？啊，师尊有一次啊。那个 Merry Christmas 的圣诞节，有一个人装扮圣诞老公公，在千叶火锅那里，有没有？他是那个丢骰子啊，慧晶上师有没有？有，他丢骰子，他们丢骰子一丢呢？大家丢中的玩大还是玩小？遇到我的时候啊，我就问一下，他说玩小，
刚刚都是玩大，生到来我是玩小，哦，玩小，然后丢我的，哎，出来这是二，两点，对不对？小的，那个我讲小的就小的，我说玩大的就玩大的，玩大的就会丢六点给我，玩小的就丢一点两点给我，所以我始终都是赢的。问一下就有了，你们来这里啊，有福分啊，灰机金刚一加持啊。你们学会了这个咒就有福了，这个咒啊，Om Jiru Duran Hom Re Om Jiru Duran Hom Re， 很好记的，因为里面有两个字啊。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他们的咒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一天到晚我们的 Om Ami Deva Se。为什么呀？那个老外啊，这个老外啊，一天到晚在 shit， 然后一个女的在骂一个男的 shit on you， shit on you， 那大家知道的，那个 shit 就是 poo 了，就是米田共啊。但是我们一天到晚就念 Om Ami Deva Set Om Ami Deva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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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没办法的事情啊！啊，每一次这个念到这个马来西亚的啊，什么拉香，什么拉笨蛋，他是笨蛋，笨蛋是武安呢，笨蛋是武安呢。啊，每一次念他们呢，念死啦吗？死啦吗？无人答问。啊，死啦吗？死啦吗？死啦吗？我每一次过生日啊，到印尼，他们就唱死啦吗？无人答问。好，死啦吗？我生日哎，你说死啦吗？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一尊灰机金刚有特别的咒，有两个字非常好记。啊，另外呢，这个灰机金刚印很难结。啊，我结一次啊，结一次。那么大家要看看好。他要接手印，还要观想他。啊，密教本身的修行，一个是用意念观想灰机金刚，然后念咒代表你口的清净，观想代表意念上的清净，以这个三个清净去邀请灰机金刚下降。跟大家讲，灰机金刚今天来不只是他的阳刚之气，第一个看到的居然是力度母，是度母。第二个看到的居然是西王母瑶池金母。第三个下降的才是灰机金刚。所以今天你们受灌顶呢，就等于有灰机金刚在加持你们阳刚之气，扫除所有的这个不净啊，然后呢
有力度母，清净的力度母跟清净的瑶池金母，也加持大家。所以今天的灌顶呢，也有力度母，也有瑶池金母，也有慧济金刚这三个灌顶啊，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殊胜啊！谢谢大家来啊 ，Thank you for coming。啊，今天是这个西洋的这个我一个字哦，第一个字母很难念，一个 VA 啊，这是情人节的第上面的两个字 Valentine。Valentine Day, Happy Valentine Day！ 啊，这情人节快乐啊，情人节！因为我这个 V 啊跟 A， 在我们念是很难念的，听说是要嘴唇要合起来吧？八。奇怪，你们平时不讲英文的都教我，我每天都是在讲英文呢，结果是不讲英文的在教我发音。好，慧晶起来讲，情人节怎么讲？情人节怎么讲 ？Valentine Day。哎，你怎么会啊？哦，刚刚教你的联电上师起来讲 Valentine's Day。 哎，你们发音倒是蛮好的，但是英文比我差啊。啊，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呢，这个我很敬佩这个老士官，你们知道老士官是谁吗？对，陈维义，陈维义就是老士官，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奥克兰，澳大利亚奥克兰，啊，现在他人在澳大利亚的奥克兰 city， 他是在学校里面拿着字典，拿着英文字典背英文的。我那时候我讲啊，我就是不喜欢英文，我这个人很忠党爱国的，忠于这一片土地，老夫绝对不移民。哎，啊，我告过哎，我最讨厌英文，我不喜欢英文。我不会背单字，我背英文是怎么背的？睡觉 sleeping， 我是怎样死在瓶子里叫 sleeping。 我是这样子背的。这个费城啊很难讲，美国费城他们教我飞利打飞鸭，菲利达菲亚，菲利达菲亚，菲利达菲亚，我是这样子学英文的。为什么那么辛苦呢？我早知道我会跑到美国去，我就跟陈维义学，每天拿着英文单字就开始背。那时候没有背，到了美国的时候啊，才慢慢的菲利达菲亚。死在瓶子里，这样子练英文的。好了，情人节笑话啊，这是人家供养的。
七七个情人节算什么呢？女人从嫁了人开始，嫁什么样的男人，就注定过怎么样子的节。嫁对了人，天天是情人节；嫁错了人，天天是清明节。嫁一个懒人啊，天天都是劳动节；嫁个有钱人，就天天过春节；嫁个花心的，那天天都是光棍节；嫁一个幼稚的，天天都是儿童节；嫁了一个骗子啦，天天都是愚人节；嫁一个年纪大的，天天都是敬老节。婚姻有风险，结婚要谨慎啊！祝情人节快乐。啊，这是情人节的快啊，情人节快乐的笑话啊！哎呦，快六点吃饭了，啊，今天说法怎么办呢？啊，阿弥陀佛的，今天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夜里老婆听到老公在哭，忙把老公叫醒，问怎么了。老公讲说，我梦见自己又结婚了。老婆说，那不是挺好的吗？你不是早就想再找一个吗？你哭什么呢？应该高兴了。老公讲，洞房的时候啊，一斜这个，一把那个盖头啊，给它掀起来，仍然是你。所以我告诉大家，修行很好，啊，你们要认真修行的话，你就跟着我们这些比丘跟比丘尼。那你早晚就会出家，啊，早晚都会出家。这个过情人节不一定好啊。这个老婆跟老公讲，趁这个长假我们出去旅行吧。老公回答，这么麻烦，又要花那么多钱。买本旅游杂志回来看看，而且想去哪里就看到哪里。哇，很好。隔一天，老公下班回家，看着正在看电视的老婆问：我今天我们晚餐吃什么呢？老婆递了一本食谱给他说：看看吧，想吃什么这里都有。情人节快乐。这个今天呢，刚好是情人节，也是过年。那么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主要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啊都很短，像我们以前三十二期的同学，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每一个都很英俊潇洒，每一个都很英俊潇洒，每一个礼拜天出去都是带着女朋友的，尤其是江庆珍啊，他一下子是这个女朋友，一下子是那个女朋友。我呢身边都没有人，我跟江庆珍讲，
江青珍啊，你今天就让我跟一跟吧。江青珍，带你这个电灯泡去出去干什么？你自己去东海看电影啊，看早场的电影。那时候我只有每天去看早场的电影。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有笔友，但是没有女朋友，没有的，怎么可能？我们是哈比人。啊，那个时候我认为傅斯贤长得很潇洒啊，傅斯贤啊，这个傅斯贤长得很潇洒的。哦，等一等再讲。那时候呢，这个傅斯贤长得很潇洒。我们在测量啊，在南门桥测量点的时候，傅斯贤就交了女朋友。我想我要跟着去，如果这个傅斯贤的女朋友也有妹妹多好。那我就跟他去。那傅斯贤说：“你先站在前面。”他等那个女朋友出现，如果漂亮的话他才出来。结果我站在那里，那女的都不出来。到最后说奇怪了，这个女的怎么都不出来呢？那换傅斯贤吧。我说回来，说你换你上去，说不定他就会出来。傅斯贤一上去啊，那个女朋友就真的出来了，那个女的就真的出来了，跟他相认了。那是那时候手摇的电话啊，在军中手摇的电话里面的接线生，哎，他跟接线生熟了以后就约出来见面，先推我出去，人家不出来，推傅斯贤出去，人家就出来了。那时候我非常的伤心，情人节没有我的份。我们班上的同学每一个都是英俊潇洒的，你看吧。还有那个系长曾义明，他长得又高又帅，那高大啊，他长得人比较又高又帅，很有性格，像灰鸡金刚一样，很刚强又很直的一个人。他是我敬仰的，我在学校里面敬仰的对象。还有这个蔡明仪啊，他也是这个大脸大方，这个身体非常强壮的。那时候蔡明仪，现在好了吗？现在蔡明仪好很多了哈。他是做建筑的，他做建筑的。是建筑界的大老板，大老板杨雄辉，他是属于组织方面的人才，他组织方面的人才，他介绍我入党，然后第一次我没有入党，到最后谁叫我入党呢？就是我们那个连里面的干事啊，连里面的辅导长这样，到时候也是我入党也是你介绍的吧？是不是？是吧？那时候哇，我很怕入党，到最后没办法，就是因为读军校，每个人都入党，然后我也要入党，以后就是忠党爱国的。文艺青年，中党爱国的文艺青年，这是过去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年轻的一代也都会过去，就现在变成趋姓老翁啊，趋姓老翁，我也是趋姓老翁，我们的同学大部分都趋姓老翁啊，都是趋姓啊，趋姓老翁，一个老字出现了，
就很容易有病。人啊，一定会生老，而且病死。为什么我们要修行？意义在这里，我们要解脱人生的苦。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已经非常好了，何况是说这个在畜生道的，在地狱道的，在恶鬼道的，那个三恶道的更不好。那么人间呢也是很苦，大部分苦多于乐。为了解脱这个人生，我们有好的信仰，出不了 school 就是一个好的信仰，让你亲近的信仰。我们讲的是身口意亲近，然后你能够到达这个佛菩萨的净土，佛的净土，学习像菩萨的一样的慈悲众生，学习像佛的精神一样，能够解脱整个六道，一直到了最高心灵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我们的修行。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在于认明我们人间人在这世间是做什么的，最终会得到什么。佛已经告诉我们，最终是无所得，最终是得不到什么的。我们常常讲啊，师尊常常讲，我们的阿扁总统最终他得到，他已经到了最高位，可以讲人生的最高点，这最高最再没有比他更上的了，人生的最高点，他得到什么？再举一个例子，最有钱的王永庆，他得到了什么？再举一个例子，最漂亮的，以前我们那时候我们最漂亮的是谁？那个明星啊，崔台青，崔台青是最漂亮的。那时候我们呢、啊，心目中的这个学生情人啊，崔台青。我们那时候啊，我到龙山寺啊，看到有一个灯谜，猜一个人的名字是文人啊，是写作家，猜一个作家的名字，他的题目是崔台青的屁股。猜一个作家的名字啊，琼瑶。崔台青是最漂亮的，那时候的胡因们非常的美，叫胡美人。今天他们都老了，我们一样都老了。再来呢，就有一个惨不忍睹的，后来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透了人生的百样啊，看透了，完全看透了，你能够直心去修行，身清净，口清净，意念清净，这个就是修行。身清净，口清净，意念清净，这三个清净，然后你加上你度化有情众生，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目的。今天讲到这个时候已经6:03了，那50分还没有挂出来，还没有讲到50分呢、啊。OK， 哦，是这样子的，哇！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同学都在这里，我是心里
也是非常的激动，他们能够这么多人一起来，而且是我最敬爱的同学，我最钦佩的啊，杨会长，还有少将署长，还有所有的同学，都是我最敬爱的啊。所以跟大家介绍，我的同学都是我的情人。啊，我很珍惜，我很珍惜人生的这个情字，我很珍惜人生的这个情字。有了情，我绝对不会忘掉。我喝的是忘情水啊，不是，我从来不喝忘情水，我从来不会喝忘情水，我是喝友情水。这样对不对啊？对，好不好啊？好，中算了。啊，今天这个没有说这个密教大圆满的法，这个因为时间上是不够的。那另外呢，还要讲一点啊，推荐上师啊，第一个。他对真佛宗有做出很大的贡献，他对真佛宗已经做出很大的贡献，他把自己的出家以后把这个贡献献给真佛宗，他可以成为金刚阿舍利。另外呢，他的人品、道德、人品跟道德都作为人天师范，人天师范，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作为人天的师范，金刚阿舍利在宗教界里面的阿舍利是很尊贵的，他的人品跟道德都要非常的上乘，这个是条件，人品跟道德要非常的上乘。他对真佛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于教义嘛，教义当然是越高越好，博士、硕士，我们博士、硕士很多啊，博士、硕士的阿舍利非常多啊，博士跟硕士啊，学士最少，那在学历上至少你的知识非常的渊博啊，知识非常的渊博，你修行有相应，这是一个重点。修行表示你身口意清净，你身口意清净，你会就你跟你的本尊相应。还有静思重法实修，静思重法实修，这个都是要点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虽然你没有学历，或者你自己本身身口意清净，你可以教导别人身口意清净，这个也是上显啊。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是可以，但是我们也要有懂得很多的知识，才能够作为人天的师范啊。这几个要点请大家记住，如果是完全对真佛宗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贡献，没有表现，那就是啊，就你们等你们有表现就成为阿舍利，就成为金刚阿舍利哦。我卡鲁啊，尼翁先生啊，我卡鲁，那么孔尼基瓦，那么孔曼瓦，那么，哦，另外还有一点，他们提醒过，这个岁数千万不要太大啊，像是
师尊是17岁，当然可以了。我们这个念过来啊，念英文是这样子念71啊，这个中文是这样子念17啊，所以我今年是17岁，当然是可以的。年纪越轻，有为的青年，出家5年以上，出家5年以上，年纪越轻越好。等这个70岁，人生才开始，开始什么？开始掉牙齿。那个时候啊，你说法就闹哄啊，说法就闹哄。所以这个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年纪不要太大，因为年纪太大了，这个，但是年纪也不能太轻了，因为啊，他年纪太轻了，佛学知识还没有成熟啊。至少一般来讲，当师父的，在几岁跟几岁之间呢，是最好，35岁。到45岁之间，也是 number one 最好。35岁到45岁之间，他的佛学知识比较圆满，他能够说法，这是一个要点。比较我们要年轻化，因为我们这批原来的老人啊，死的死。啊，死的都死啊，啊，病的都病的，啊，原来出家了一批啊，老的，这个死的死啊，病的病啊，像师尊这样勇气气的，无鬼的啊，啊，你至少呢，要跟师尊比得上，你是师尊的上人。啊，上面的人啊，很 strong 啊，有 muscle， 有6块肌，好，对不对？我是海军陆战队啊，不是的，测量学校啊，是测量学校。但是测量学校呢，我本身啊，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运动一直坚持，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我摸顶的时候啊，这个喊头痛，那个喊肩膀痛，那个喊肚子痛，一个喊腰痛，一个喊心脏痛，一个喊膝盖痛，一个想喊香港脚，我通通都摸透了。全部摸啊，这里痛那里痛，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跟大家讲，老夫什么都不痛。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痛。啊，不知道41也不知道50肩，人家41、50肩呢、啊，我们从来就没有。佛到71了，没有41，也没有50肩。70岁的时候，这个我拍了一张照，留着纪念。我是海军陆战队的，不是不是不是测量学校，测量学校的，我们的测量学校都是登山队的，测量点都是在最高点，大地测量点都是在最高点，都是登山队的，哪一个爬山爬得赢我们？我们都是爬山的高手。对不对啊？
我从这个宜兰的南湖大山、爬到高雄的这个凤鼻头，爬到高雄的凤鼻头，中间的几个山，你看南宜大山啊，宜兰的南宜大山，到木栅指南宫的这个山顶，多南投的最高峰啊，南投的嘉义的阿里山，这个归仁那边那个地方，归仁有那个是关庙的那个山，关庙的山，新竹的尖鼻山，另外呢，这个高雄的这凤鼻头那个山啊，凤鼻头的山，归仁的那个关庙的山，另外新竹的山，台中的山，一直到那么远呢，这个南湖大山、木栅都是。我以前是测量台北都市计划，台北都市计划是我测量，但是我现在不认识台北。钓鱼台也是我们测量年去测的。这个都是过去的。今天呢，师尊最会爬的是什么山？枕头山。Om Mani Padme Hum。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感谢师尊精彩宝贵的传法开示。台湾雷藏寺有以下的法务报告：2015年一月年，那个安泰税还有最盛光明灯、最大财神灯还没有报名的，可以赶快报名，费用随喜。我们雷藏寺下一场的法会是下礼拜四大年初一，也是2月19号，是针对青林紫檀弥勒菩萨的护摩大法会，灌顶弥勒菩萨不共法、弥勒白云观，还有四福灌顶，同时有新春的祝福活动。会赠送大家师尊加持的护身符袋。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师尊新春的大法会活动：3月1号下午2点，莲生活王亲临皇帝礼让寺主持一月莲三圣母新春接财神水供大法会，首传瑶池金母混化身虎头金刚不共大法。3月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圣真莲生活王亲临台湾莲香寺主持台湾莲香寺一月莲新春祈福阿达阿玛侯护摩大法会，传授大幻佛王金刚，灌顶阿达阿玛佛，并受出家戒及在家菩萨戒及无证，在家菩萨戒及无证2月28号申请截止。接下来隔天3月8号星期日下午1点，由正乐宗中观堂举办的，地点在台北的自由广场，也就是中正纪念堂。莲生法王亲临主持大幻佛王金刚大法会，传授大幻佛王金刚，灌顶大幻佛王金刚。4月12日星期日下午2点，莲生法王亲临福佑雷藏寺主持七福神的习斋增益敬爱超度护摩大法会，首传七福神施圣灌顶。当天晚上，福佑雷藏寺以新竹市政府盛大举办公益慈善谢师晚宴，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恭请圣真为坛城李龙寺广场开光加持期及头门的佛像瓦器纹路开光加持。加持大悲咒水即受总加持，唱诵根本上师心咒。
唵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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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连声悉地吽。恭请上师上法座，教授师请上座。恭请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活佛赐给一位大众力度母瑶池金母慧基金刚的灌顶。尊敬的灌顶包含皈依灌顶，一位大众请手持慧基金刚手印观想力度母瑶池金母慧基金刚赐顶放光加持，唱诵慧基金刚心咒。嗡吉噜哆啦吽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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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啦哄子，嗡吉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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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东南轰热，轰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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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轰。Thank you.
南轰热，轰吉鲁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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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轰热。掌声感谢师尊四个月大众师圣尊贵的灌顶，请大家面向坛城观想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十几双三世界佛嗡阿吽，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三拜佛金刚嗡阿吽，观想个礼拜为天心善念，平等一起说。严师子请就位，钟鼓手请就位，弟子众等祈愿师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也祈请师尊常住台湾，大转法轮，广度众生。法会吉祥圆满，恭送根本传承上师圣真莲生佛及上师团，与大众虔诚合掌唱诵根本上师新作《钟鼓齐鸣》。
人生心地好，红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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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心地好。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弘法人员贵宾同门。